hey, 跟你们说，就是这个，我们四闺蜜跟 Mercy 22的联名。之前我也有跟其他品牌联名的经验，但是这次特别兴奋，是因为好朋友嘛，可以一起出，多令人兴奋啊！两三年前就开始讲。去年真的是有各种困难，今年原本以为就是都可以顺利，结果没想到突然碰上疫情，拍形象照也得分开拍，再把照片放在一起。这个其实是去年就已经想好的，我自己就是平常也很喜欢收集衣服吊牌，到时候请跟我分享你收集了几个这个吊牌哟。他呢是总监嘛，本来平常 Mercy 22的东西就是还蛮他的风格，专门属于他的款就没有特别出，是我跟栗子还有 Nancy 都有各自的款，我是还没有看到栗子和 Nancy 的款。根据 Hannah 总监说的，我们三个人各自出的款风格都差很多，也会很期待自己的好朋友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东西，很想赶快看到，一定要去逛好不好。那总之我就先来介绍我的，我总共有十款都在这边，然后每一件大概都有一到四个颜色，有浪漫，然后有休闲，然后又有点性感的感觉，也有很百搭的 T 恤。其实一开始我至少有三四十款希望的感觉来跟 Mercy 22的团队讨论，可以顺利做得出来，然后又顾到价格品质，最后呢选出了这十款来。那我就先从我身上这件讲起，这有两个颜色，有一点像马甲的感觉，不会太紧。这件版型我其实就改了非常非常多次，这里面总共有三种蕾丝布料，这边的布料拼接这样的布料，然后再拼接，那时候也是想了很久这样子拼接的感觉是如何，后面又是另外一种布料，延展性还蛮大的，加上胸口这个地方，总共有五种布料的拼接。这边跟这里是镂空的，里面你都只要穿肤色内衣，有没有就看不太出来了，因为它的蕾丝是稍微会遮到，它不是说透到让人家看得出你内衣是什么样的形状，若隐若现会让你的皮肤衬得非常的好看，带一点小性感，我个人就是很喜欢。白色，我一样是穿肤色内衣哦。穿白色内衣的话，你里面的内衣范围如果很大的话，有可能会看得出来白白的一条在这边，所以是建议穿肤色内衣，就会裸空的非常的好看。裙子部分也是这次我联名的款，总共有三色，这个是裤裙哦，里面是这样子的裤子，然后它是比较宽松的，稍微防走光，不是贴身的那种，夏天来说就是会非常的舒服跟透气，就我自己蛮爱穿裙子的，但是又很怕曝光，所以这种款我就是非常喜欢，就是里面裤裙连着的。高个子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它的档是够的，不会卡到腰的部分，它是松紧带这样的设计，会让你的腰身更明显。裙子的这个设计后面屁屁的地方特别稍微加高，前面的部分高低都稍微有点不同，这两个特别调高，就是要让你的臀型看起来特好看，屁股就会看起来非常的翘，因为它这是蓬起来的，有没有？如果说你没有这一个，臀部比较没肉的人就会看起来是扁的，但是这件裙子让你屁股整个翘起来，让你有点若隐若现，但是它又是裤子，重点就是你在走动的时候它会飘得非常非常的好看，搭黑色也好看。我觉得三色必备，本来是还想要做更多颜色，如果卖得很好的话，请大家赶快敲完看想要怎么样子的颜色，我个人很想要粉色、紫色或者是红色，牛仔色也不错。再先看这个宽松的短版 T， 然后也非常的好搭，有四个颜色，这也是我自己想要的设计，这是渐层，每个颜色渐层的颜色都不一样，真的都超可爱，不觉得吗？很好包色啊，秋天冬天的时候，那里面就只要再穿一个合身的长袖，或是里面搭长洋装，直接套在外面也很好看，这个穿起来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它很宽松，袖子的部分也是在家里穿也会觉得非常的舒服，很可爱。字呢就是很像一个眼睛的感觉，这个是 Daisuki da yo ne，大家都知道 Daisuki 是喜欢的意思嘛，它后面就只是语助词，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也很常用到这个语助词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写上去。这边是 Chao desu， Chao 就是我的名字，因为他们英文比较多会用片假名，就是用片假名写上加一个爱心。总之呢整体就是
的意思。整体可爱就很好看。本来不是渐层的，但是我突然就觉得想要有点花俏，但是又不想要花俏的太过，平常随便就会想要穿上去然后出门这样的感觉。那我就小地方来一点花俏的好了。那这样子的字呢有个好处，你下半身有想要搭这个颜色，或是想要搭这个颜色，想要搭中间这个颜色，都可以去搭，搭黑色白色也都会非常好看。黄色的话搭紫色或绿色，或是你要搭牛仔色，黑色白色都会很好看。它就是一件有点可爱又超级无敌百搭的 T 恤，这些颜色其实就是真的穿起来都好可爱，所以就选了四色。有没有粉色也是很好看，不会粉的让人家觉得太夸张，又很亮丽。白色配色特别想过，是不是很用心？都买都买。好，黑色啊，真可爱，配上有点休闲的短袖西装外套，这也是这次我的款，稍微露出一点点感觉哦，有够好看的。外套有三个颜色，里面要穿的就是比较性感，或者是不是这么的正式，你只要随便再搭一个这个休闲外套都非常可以啊，谁穿都会非常好看。这也是经过好多次的调整，让每个不同身形跟身高的人来去穿。然后这个就是很大一件，但是它又会稍微让你身形出来，然后又修身。它是夏天的料质，很轻哦，布料质感是很好的，扣不扣都非常好看，版型真的很棒，上班很合理啊。白色不要害怕会看起来胖，它真的就是很修身。你如果有担心就是脸看起来会比较圆或者是比较宽，那你就适合穿这样子的。它有一个小垫肩，尽量很不明显的那种，不是夸张过分的那种设计，正常这样穿，或者是把它稍微往后拉都是会非常好看，把它这样折起来它是会稍微固定住的。重点是他们定价真的我也是吓到，我以为这件至少要1000以上，但是现在这件不用900。 German C22 真的是很可爱呢，大家最常会遇到担心的颜色或是版型问题，我几乎都考虑过一遍了。各位不要担心就是因为你的肤色问题能不能穿这件，无论你的皮肤是白是黑是黄还是什么特别的颜色，穿起来都会好看，怎么搭怎么穿怎么利落怎么好看。口袋算是深的，现在很多那种西装塞一半的，有没有？这因为很轻薄，非常的允许你塞一半。再来是这件有点微辣的上衣，这件就是以线条为主的设计，绑自己喜欢的感觉，高一点或者是这样子稍微垂下来都可以。然后它这个就是直接连着的，放下来的话它就是两个垂在旁边，就看个人喜好。但是我觉得它在这边这样一整条，然后旁边这样绑，真的非常的好看，绑在上面的感觉就是也非常可爱，换不同的穿搭。它是稍有腰身，另外一边是有抓皱设计的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设计重点，腰身会更明显，但是却又不会很紧，因为两边如果都做皱褶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紧，在那边调整来调整去。好，这个是紫色，这个呢我没有做肩带调整，是因为穿起来呢其实就是要让你差不多是在这样的位置，微辣性感，你再稍微往下拉一点更性感一点，紫色就是很亮然后很甜美的感觉。如果还是觉得这个太长，后面的地方有没有折起来，这样稍微缝起来它就变短了，比较休闲，就是搭牛仔裤甜美微辣感，就是穿这样子的裤裙。这个裤子两色，破坏设计前短后长，它破坏在这个地方修饰你的大腿，原本是这样的，然后把它折起来不会漏到屁股蛋，但是又有破坏感，仔细看它细节是有稍微刷旧感的，质感非常好，黑色就是比较帅气的感觉，辣甜也可以。牛仔色你也可以自己剪掉把它垂在旁边，整体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，赞。接下来都是洋装的，这个两个穿起来都会很好看。这个地方呢是自己绑的哦，可以自己调高度。我特别就是设计带子一定要宽的，啊，白色把手背遮到一点的感觉非常的好看，系个腰带来去做穿搭也是非常好看。还有一个绑法，一般这样子绑，要绑两个你会觉得就是在这边很丑，把它固定缝起来之外，你也可以这样对齐嘛，把它打结，这样拉一下它就会稍微比较高起来一点，就看你喜欢怎么绑。
噔噔，有没有也是立刻减龄？布的色号当时我是选蜜瓜橙，没有这么橘，带一点粉，很衬肤色。蕾丝雕花这个纹路，云朵感里面，因为它就是配粉嘛，好像有点透，但又不会透，不用担心会曝光。这件娃娃装感觉不会看起来好像很孕妇的感觉，孕妇穿的话也是很宽，我就是要有美背感，正常穿内衣其实就看不太到了，它是稍微有点低胸，但是也不是低得太过分，你再自己调整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也是稍微有点微辣的甜美感，你系个腰带不要系得太紧，也非常的好看。再来这件，这个稍微比较有重量，就只有一个牛仔色，好看又很挺的牛仔洋装。这件也是为了不同的身高来去调整非常的多次，前短后长，散状下去，就算有小腹也要就是把你利落遮掉。有口袋，还蛮深的，超级无敌加分呐、啊！它是做这种抽虚。有机关在这里，非常牢靠的松紧带在这边，你就调整到一个你喜欢的位置，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下滑。我现在里面是穿 new bra， 穿平口内衣也是可以，这件它包覆的非常的好，包括这个地方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很不自在，你可以扭动你的身体，它不会掉下来。只要是有这样子设计的，都会让你看起来有腰身。这边的松紧呢，不会让你挤腰肉。有些衣服如果它比较贴的时候，这样子就会挤一点肉这样出来。但这件不会让你有这个状况，因为你扭过去，它就会稍微提起来一点。然后扭过来，它又把你的肉再遮起来。加上这个有没有稍微是有一点空间的，所以当你在挤肉的时候，它会把你的肉遮住。然后你往下拉，它的腰身感是更明显的，对吗？别人看你也是性感的，非常的舒服跟迷人。再来这个长洋装，灰色跟粉色，稍微有一点前短后长的。灰色就是配银嘛，粉色就是配金粉。它这个里面是有一个袖子，它是有透度的。这里面都有附一件内衬洋装，是可以调整肩带的。里面这一件非常非常舒服，当睡衣穿也会非常好看。然后穿起来这边有没有，这个是细的，往前拉一点，在这个地方也会很好看。其实现在很流行就是露一些奇妙的洞，它这个做得非常漂亮，绑这样子的感觉，然后也可以把它整个绑起来，穿个这个薄的西装外套。个人比较喜欢把它打开，可以当做好像项链一样这样子。好，灰色呢就是很适合想要稍微有点低调但是又浪漫迷人的感觉，挑得非常漂亮，因为它垂坠度非常的美。最后一件晕染洋装，然后这个是比较休闲款，还有这个绑带，布料部分选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块觉得整体颜色是很好看，然后平常穿出去会很亮眼又不会太过的，类似渐层晕染的，可以这样绑，也可以绑到这边，把它拉一边，这个领口就是稍微比较宽一点，但不是低的，很像云朵的感觉吗？仔细看会看到就是有横条纹的那种感觉，它就是这种纹路配上就是晕染就会非常耐看。比较高的人就是至少要穿 M， 本来就是比较宽松版，穿 M 也不会觉得说太大，因为它就是有一个这个你可以把它绑起来。那个子小的话呢，当然就是选 S， 也不会觉得说它这个太长，其实绑松松那个整体的线条会最好看，而且你又轻松又舒服。喜欢就赶快去官网链接在下面 YouTube 的右下角点开，我有放链接。然后呢，我们联名是有满额赠，有没有很可爱？随行杯，这真的就是数量有限，紫色的很可爱。还有呼吸管，这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要转开的。这样，四闺蜜跟 Mercy 兔兔联名的满额赠，还没有去看我们形象照花絮的，赶快去看。